这个问题其实非常难回答。我通常都会跟老板们说他们的pros and cons 啦，他们的优势跟他们的弱势了。一个网上市场，第一个优势就是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强的品牌。当如果你消费者对你的公司感到陌生，还是你的产品是新推出的，消费者不了解，放进去网上市场，其实也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因为他们已经很。相信这些 Qdan、Lazada、Shopee 这些 brand 了。当你的产品放上去时，成交率也会较高一些。那第二就是他们容易使用，也很容易维持。基本上，如果你开了一个户口，你把你所有的内容已经做好，照片已经是upload 上去他们的平台上，在6到8个小时你就能够开始营业了，不用设计网站，什么都不用做，那也是非常方便。那第三个优点就是。他们已经有很强的客流量，他们也是有很多他们自家的一些促销。打个比方，在中间那边你们看得到 Lazada 里面，它已经有这个 Citibank 的一个 promotion。那如果你花费80块，它就可以扣取12块钱。那想问大家，如果今天你已经要购买了70块，那你本来是要去付钱了，可是突然间你看到有这个促销，然后你也看到一个也许你不需要的东西10块钱，你会加下去顺便买吗？当然啦，因为你加下去顺便买，你又拿了多一样东西，然后你不需要花70块，你只需要花68块。然后我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弱点。第一个就是他的竞争力非常的强烈，讲到竞争力，其实不一定人家跟你竞争，一定是往价钱的方面跟你竞争。那在一个网上市场上里面，也许人家也是会跟你竞争，送货速，他们可以送货的速度，或者是他们有可能也是已经在这个网上市场卖过很多别的商品，那他们已经有了别的消费者的一些 review、一些口碑，所以说他们跟你竞争的方式未必是一定是跟你打价钱。那价钱大家当然知道了，在一个网上市场上，价钱是非常fierce competition 啊，然后第二就是品牌知名度会较低一些。在一个网上市场上里面，当你要掠你的产品上去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其实你一定要跟随着它固定的一个layout，你只能够改你的照片，你不能够改你要怎么样呈现你的照片。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example，如果今天我去网上市场买了个包包，然后我去到我的朋友的家开会了，还是打麻将了，然后他们就问我，哇，Jim，你这个包包很漂亮，你哪里买的？然后我一定会说我在Lazada、Qdan、Shopee 买的，我不会再加接下去跟他说哦，我在 Lazada 里面的哪一间店买的。然后再加上他的竞争力那么强，如果我的朋友真的是去到网上市场要买这个包包的话，也未必找得到啊。然后第三个弱点就是，它缺乏长性收入和扩展性啊。因为在这个网上市场上，其实它有的一些 integration，它有的一些 API 不一定是你能够使用的，而且加上刚才我所说的第一跟第二个弱点，你看加起来其实就很难做一些那个叫什么recurring sales，然后继续再去延迟这个 sales 了。我们来讲一下如果你有你的自家网店，到底有什么优点？第一，你能够全面控制你的品牌。那有了你自己的网站，当然你要怎么样设计这个网站都可以，你要放一个照片也可以，你要放3张照片也可以，你要放5张、7张，或者是你要放一个 video 也可以。那当你自己设定你的网站，用你自己的内容时，人家来到你的网店，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我本身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数据的隐私。很多中小型企业刚刚出来做这个e-commerce 的时候，他们也未必会清楚的了解到，其实这些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数据的话，你很难去
知道你下一步该应该要怎么样做，你很难知道100个顾客来到你的网店到底几个人有买，到底他们看了什么产品，在什么阶段他们不要买。其实这些数据都是任何一个后台系统你自己的网购网店都能够告诉你的。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网上市场上，这些数据就会跟其他的 customer 一起 collect 在一起，那这些市场很有可能都会把这些数据分享给他们的那些 e-commerce 的达人，然后他们就会去加新的 product 进去那个线上市场了。所以第三就是你的长期收入和扩展性非常大。如果今天你的店面已经有了传统的那个 point of sales machine， 如果你要把你的网购网站连接在一起，那个是非常容易做得到的。任何一家在那个中小型企业 SME Go Digital Program 的 vendor 都能够一起跟他合作。然后如果也是拿刚才的那个 example 来讲，如果今天我在你的网站买了个包包，然后我去我朋友的家，他跟我说这个包包很美，我一定会跟他说我在哪一个网址买的。那当他来到你的网站的时候，他再跟你购买多一次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那我们来讲一下有自家网店的弱点。那第一个弱点就是你的数字营销的窍门，你一定要知道。那我跟很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谈的时候，其实做网站时，他们我通常都会问一下，那你的客流量要怎么样来到这个网店呢？他们就会说，哦，我是做了网站在打算。可是如果一个网店没有客流量的话，其实它直接就是算是已经失败了。所以其实已经可以想好或者是去简单的去认识一下，到底 Google 可以带来怎么样的一种数字营销，还是Facebook、Instagram 可以带来怎么样的一个数字营销。那第二个自家网店的弱点就是，当然你的数字营销的投资，数字营销的投资其实很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还怎么样说呢？准备好来花这个钱。因为其实在数字营销现在500块、1000块、1500块每个月，其实已经算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开销。那等一下我后面会尽量讲解一下，希望你们大家可以了解我在说的东西是什么了。可是第二个弱点就是数字营销的投资。第三就是延迟网站的一些技术和知识。所以有了你自己的网购网店，最一个弱点就是你要自己去更新它有的一些功能呢。如果比如说你的网店是一年前做的，然后现在很像刚才嘉恩说，我们要有那个 pay now 的option 在你的网店里。如果你没有去 upgrade 的话，当然你就不会有这些功能呢。那有了你自己的网店，就像你自己的店，你要做一些装修，你自己要有那个能力去做。你就算自己不能够做，你也要有办法跟一个供应商一起discuss 要怎么样去做了。